别傻硬了，还咬手呢，带脚环，带脚环，这不带脚环应该是不能卖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在这边拍会不会亮一点？这个位置反光。看这市场人多不多，都是人。这是个和尚鹦鹉，和尚鹦鹉怎么跳来跳去的？我没拍它的时候它就不跳，害怕了。外面这里有八哥，鹦鹉。这个老家正常啊，三到六头，嗯，缘分。那他不想讲话，他你干的，你有缘分。